说一下。黄西图，耶，是不是？处身一处阳光，我希望那种非常帅气的、阳光的、有担当的男孩都大胆去追求他吧。一，找一找呢，就带潜水镜的。开玩笑归开玩笑，但是我还是想问三位嘉宾一个问题，就是以后如果咱们进行交往以后，真的会不会动手打我？他一开始说这个，他说这玩意儿，他到这儿还会这个。想起那个泰国那个嘉宾。对对对，那个女孩是，她一开始也头不乱跳的，什么玩笑都开，到最后要叽叽叽喳，叽叽喳叽喳。东北人跟着奶奶，最后要决定走不走的时候，说你还有什么问题要问吗？就这一个，不要打我。好啦，一号。我说呢，我是东北来的。做一鬼脸，我直接过去。来呀！恭喜男女嘉宾获得了由营养加大性健康的王子和营养专家金星来推荐的男女嘉宾，获得了由南叶的水果高手来找一个美的。来，你搁这儿。刚才也向他了解了一下，他说他们家全家人应该都会很喜欢我。大家别说怕给我打了嘛，其实我不会很好意，我可能也就是这样。那这种我绝对扛得住，没有问题，没有。没画什么？这是神奇。画想象的。就是，那你说谁要是跟我一起签了名的话，这就是我心目当中的女王。然后这个我，谢谢大家。有请下一位的嘉宾。嗯，你也唱一个。七。金刚。北极光。北极光。啊，下画想象了呀。你自己画一个，你自己画一个想象。画想象了，爸爸。脑袋。眼睛。嘴巴，呀，阿辉，画什么？画小猪。小猪啊，脑袋。画，别了。是画小猪吗？你不是画小猪吗？画小猪。呀？呀？小猪。小猪，妈妈哭。这个，这个，小猪。养小猪了。你喜欢小猪吗？小猪怎么叫啊？小猪鼻子怎样？这样。欧巴真帅。哒哒哒哒哒。
拜。